丢加宠修的话，这是一个3200块钱，烈术的话是8，基本就送了辅助技能强壮神速，再加1200，师门技能不加，魔王寨啊，原始种族，原始种族的话是人族，这样的话魔王寨也不加，限量祥瑞有一个飞天啊，来好多，500，1234啊，5加1000，海豚加500，地江加500啊，两个格子，锦衣羽仙哥360，星河乐章360，云龙梦360，浪淘沙1000，浪淘沙染色衣服300，神器法商加法爆混着洗，有没有两级的水药？没有啊，有两级的金药啊。这神器的话，大概加上一个1000。孩子先力激发，看属性。748加430加13加270，这孩子1400多，1000块钱。帽子10段光辉之甲葫芦宝贝1400，腰带加简易葫芦宝贝2000，鞋子的话10段的葫芦宝贝1400啊。防御72，项链的话是213加24，237，5000，2375000高不高？4000，只高了7点，4000好像有点低，但是5000肯定是有点高。衣服的话是177加15，192，魔耐霜加44，葫芦宝贝儿啊，2000，这衣服属性还真挺好，这衣服属性真挺好，2500。武器的话是503啊，减去80，出伤423，极限啊。这把武器女神木，男魔王，男女麻啊，这把武器2500。耳饰的话是法防卫的三属性，1000加10002000。这个戒指的话是3000加10004000。法伤呢4000有点高，3500吧。双法伤一法爆，法伤爆了3啊，装备没啥问题啊，灵饰耳饰有点小问题，宝宝有一只上古灵符的可以无视，这个特性顺势就当是五技能的全红须弥，造型有点个性的瓶子，进阶了110啊，这只宝宝应该能卖到一个3500加，这只送，这只送，这只六技能的鬼将啊，资质比较好，3200块钱加宝宝装备3500块钱，宝宝呢只有一攻一法，加500加1500加1200啊，加3200，最终的估价38080加500的烟花钱，这号整号38580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啊，来看多少钱买的，估价的话是38580。直播间的小伙伴甚至开出了45000的高价，老板购买价格呢是41000啊，41444，差距的价格为2864啊，除以41444，那应该我觉得差距就差距在这只宝宝上了，是吧？